当代的俄罗斯经济正积极地走向现代化，改变需要时间，但是主要的决策已经在国家的最高层面被采纳和通过。这些变化首先触及的就是那些主要的工业地区，包括在许多生产领域都占据着领导地位的车里亚宾斯克州。车里亚宾斯克州位于俄罗斯的正中心，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是经济利益的交汇点，古丝绸之路曾一度从这里经过。今天南乌拉尔正在加强其投资吸引力。米哈伊尔·尤列维奇州长十分重视为所有投资者，无论是来自本地区的、俄罗斯的还是国外的，创造便利的投资条件。我们地区是与众不同的，必将会在法治、对待投资者和工业的友好态度，以及尊重他们的需求和期望方面变得更加不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每个居民的富裕生活和他们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在车里亚宾斯克州生活着350万人，当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城市，并且在世界知名的大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由马格尼托戈尔斯克车里亚宾斯克冶金厂、车里亚宾斯克新厂、克神特姆铜电解厂、林美矿萨特卡联合工厂、乌拉尔米阿斯汽车制造厂、马克发农产品加工联盟、阿里安特食品工业中心。该地区代表行业有冶金业、机械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制造业、食品工业，服务行业也在积极发展。在车里亚宾斯克州诞生了并积极发展着俄罗斯全新的产业方向，这被称之为白色冶金业。弗拉基米尔·普京亲自出席了高度239生产车间的开幕仪式，这个项目的投资总额约5亿欧元。正是得益于投资，该地区的经济版图在不断的变化，主要的增长是由当地企业家创造的。该地区有一批世界领先的企业项目，他们当中有卡伯陶瓷、汉高、雷盛集团、欧米亚、拉法基集团、富腾、爱默生、可耐福石膏等。车里亚宾斯克州有来自48个国家的投资，投资参与创立了超过100家企业，大型的欧洲银行和俄罗斯银行都在此设立了代表处。车里亚宾斯克州政府十分重视吸引投资，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州长委托准备了开办新企业的可用土地明细，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去了解和选择适合的地块，并不需要太多投入。地块有不同的面积，都有可达的交通条件，并接通了所有必须的基础设施，道路、电、气。车里亚宾斯克州政府保持开放的合作，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在那里才创造出真正的产品，将为每一个真诚的客户个性化服务，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审批工作。我们准备要提供的这些条件可以真正称之为是独一无二的。最近的一年，以米哈伊尔·尤列维奇为团长的官方代表团拜访了不同的国家，在中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推介了在车里亚宾斯克州投资的前景，并与各国政府机关和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已经准备参与投资合作的公司有意大利西门公司、瓦莱伊萨尔科公司、丹尼利公司、奇维达莱公司、中国一汽集团、中材国际、中国五矿集团、海尔集团、美国卡特彼勒、美国爱普生、德国 SMS 西马克、法国圣戈班等企业。
撤离亚宾斯克州长期以来占据着网络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超级计算机服务，其中之一是位于该地区最大的大学南乌拉尔国立大学。在该地区共有40多所高校和170多家技工学校、大专院校，截至目前已经连续10年成功地为工业企业培养出大量的产业人才。我们期盼未来，同样也为过去自豪。撤离亚宾斯克州积极支持本地悠久历史的传统产业，如兹拉托乌斯托夫斯克雕刻和卡斯利住宿、冷兵器、用具、家用物品和城市内饰，在乌拉尔工匠手中变成真正的艺术作品。这些制品在全世界给南乌拉尔带来荣誉。得益于大自然慷慨赠予我们地区的富饶的矿物资源，使发展独特产品制造业成为可能。在撤离亚宾斯克州境内有30多个铁和铜锌矿场，超过40个金矿床。今天我们在石墨、灵镁矿、滑石、白云石、汉白玉的生产方面占据着俄罗斯垄断地位。撤离亚宾斯克州的中心，撤离亚宾斯克市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在许多方面都不逊色于欧洲城市。城市人口超过100万，城市面积仅比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小2倍，但这样的面积已经比得上一个欧洲国家，比如安道尔国。城市的历史古城区与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比肩而立，非常漂亮的休闲步行区基洛夫大街，这里有许多的体育场地、购物娱乐中心、餐厅、酒馆和酒吧。在撤离亚宾斯克有世界连锁酒店和自己的宾馆综合设施，能够为客人提供舒适和良好的服务。所有的这一切都为提升撤离亚宾斯克州的世界威望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撤离亚宾斯克市得到很高的信任，并将承办2012年欧洲柔道锦标赛。在市内，大型城市主干线使市内没有道路拥堵现象，围绕着南乌拉尔首府拥有完善的交通网。联邦公路把撤离亚宾斯克与俄罗斯首都和国内大中城市紧密相连。南乌拉尔铁路分站是国内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撤离亚宾斯克国际机场每天不仅接待来自俄罗斯国内各城市的航班，而且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航班。即使是在小城镇，同样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基础设施，这其中有近1000所中学、6000个体育设施、文化机构和医疗保障机构，并特别注意改善人类居住环境，保持清洁和秩序。州内有良好的天然气管道、供电和供热网络，所有系统都符合现代化的标准。撤离亚宾斯克州拥有如画的风景，有著名的乌拉尔山脉、森林、河流、湖泊和众多的自然喷泉，这些是旅游和度假行业发展的基础。这里有世界级的滑雪圣地，到这里来的客人不仅有俄罗斯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便利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矿产资源、发达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强大的人力资源能力，这一切都使得我们州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和居住地区。开放的撤离亚宾斯克州欢迎伙伴关系和双赢合作，我们善于工作，并为实施合作项目做好了准备。